好，台湾现在是出现多起在接种疫苗之后死亡的案例，虽然现在是没有办法证实到底跟疫苗有没有关系，但是还是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恐慌，这当然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科学数据来看待这件事情哦。所以今天就整理给大家几个国家他们在接种疫苗之后出现死亡案例的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南韩的部分呢，他们开放国民施打 AZ、辉瑞跟娇生疫苗，截至21号为止，是一共接种了1794万剂疫苗，出现了298人死亡。换算下来，这样的几率大概是0.0016%，也就是在100万人当中会出现16人。要注意的是，南韩当局啊，针对了200多人来进行他们死亡个案的研究，排除了大部分的案例跟疫苗有关。只有13例的案例要继续的调查当中，还有一例是一名30岁的男性在接种过 AZ 疫苗之后出现血栓，进而死亡。这是南韩当局首次来证实死亡案例跟疫苗相关的。再来看到是英国的部分呢，他们开放国人施打 AZ、辉瑞跟莫德纳疫苗，截至6月9号为止，因为英国当局针对疫苗接种后死亡的案例的统计官方数字只有公布到6月9号，一共是1332人死亡，回推当时是一共施打了6974万剂的疫苗，也就是这个几率啊，大概是1/100019。再来看到是这个美国的部分了，他们也是为民众来施打辉瑞、娇生跟莫德纳疫苗。截至16号为止呢 ，CDC 公布的数据是有5343人死亡，其中是接种了3.1亿剂的疫苗，换算下来几率是0.0017%。这边要来再跟大家做强调一下，这些的死亡案例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办法证实跟疫苗有相关。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几率到底是高是低，相信大家见仁见智。不过呢，各国的 CDC 都有一致的看法，就是目前打疫苗啊，它的好处还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不过呢，现在就是说，可能打完2剂疫苗之后，还是有可能确诊，也就是发生所谓的突破性感染的状况。来看到这篇英国的《金融时报》，他做了一个报道啊，他说呢，在印度的护理之家，一共有33个人在接种2剂 AZ 疫苗之后，依旧是确诊了。看起来是相当的恐怖啊，可是呢，这个突破性的感染它是有相当定义上的一个规范的，包括你必须要打完2剂的疫苗，而且是在14天后确诊才算。因为你必须要让疫苗有14天的运作时间来让身体产生抗体。那如果根据这样的定义来估算呢，根据各国的 CDC 的统计，南韩每10万人当中可能就出现1个人有突破性感染，印度则是5个人，美国10个人，换算下来就是1/1000的几率了。但是为什么会发生突破性感染呢？第一个当然了，没有疫苗是100%有效的，一定都是会有效力的缺口。还有就是每个人的抗体它的体质不同，疫苗有没有效就见仁见智了。这两个都是可以预估可以推测的，但是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所谓变种病毒可能会逃过疫苗效力这件事情。因此啊，美国的防疫大将佛奇他就说了，美国正在研究要来准备替美国民众来施打3剂的加强疫苗，而且势在必行了，因为美国政府呢已经向莫德纳药厂加订了2亿剂的疫苗，要来替民众接种3剂的疫苗。而这样的3剂加强针到底效力又是如何呢？这边来整理出一些厂商他们所做出的研究哦，包括 AZ 疫苗，他们宣称在接种完3剂之后就可以对抗任何的变种病毒了。而莫德纳的部分呢，则是在接种完3剂可以来对抗南非和巴西的变种病毒，但是目前是没有包括纵横全球的这个 Delta 跟 Alpha 变种病毒哦。辉瑞的部分呢，则是正在展开研究当中，但要注意了，在巴林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之前都是替国人来施打2剂的中国国药集团疫苗，直到4月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求国人要加打3剂疫苗，除了可以选择国药集团疫苗之外，也可以选择辉瑞。最后呢，是要看到现在最火红的诺瓦瓦克斯疫苗哦，因为呢，他们宣称接种完2剂，只要2剂就可以对抗任何的变种病毒，而且效力还高达93%这么高。
但是呢，其实也不是打完三剂疫苗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呢，现在新冠病毒很可能就流感化，包括像是辉瑞药厂的 CEO 他就说了，在6到12个月之后，疫苗的效力就可能降低，因此呢，就要来替民众来接种第三剂的加强针，之后往后的每一年都还要再来补打一剂。另外，交生的 CEO 他稍微的是乐观一些些，他只说啊，未来的几年之内要跟流感疫苗一样，每年的接种。最后是莫德纳的部分，他们是直接付出了实行加开生产线，要力拼在明年把全球的年产量增加到30亿剂，也就是现在的3倍之多，为了就是要抢食后疫情时代的疫苗商机。由此可见，如果现在全球的疫苗生产的量能还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现在各国啊，像现在抢疫苗的这种态势和战争，势必还要再持续好几年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世界说新闻。